猴似的，原来是行内高手。得，我撞了墙了，行了吧？哎呀，我一直以为咱们俩之间是没有墙了，看来男人和女人真是不能无话不谈。你说我既没胸怀，没理解力，是吧？我没那意思。我是不聪明，可我也不是弱智。行了，你就把我算的那个小数点后面那个点点点，就四舍五入了。你这人干嘛总是心急火燎、患得患失的呢？你看，要哭是吧？你要哭就哭，干嘛控制着自己呢？你哭吗？谁要哭了？谁要哭了？谁要哭了？不就是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吗？这种辩证法我知道。你干嘛总扭着自己说过头话呢？啊？我这人呢是实在人，心里怎么想，嘴上就说出来。你那实话为什么让人接受不了呀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承受能力。现实就是这样，十全十美不存在。所以呢，你千万不要把我想得太完美了，那样的话，失望的是你自己。那你怎么想我呀？怎么想你？你有缺点，但是你的优点呢，是别人没有的，这就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。我从心里面喜欢你，海林。我对你的感情，不敢说至死不渝吧，但最起码是至情至性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想跟你结婚。以后呢？以后过平淡的日子。平淡？嗯。两个彼此好奇的人走到一起，好奇呢，会被熟悉慢慢的代替。夫妻间越来越默契。两个人活得跟一个人似的，想波澜起伏都起伏不了，生活还不就这样？激情呢，只是瞬间的，平淡才是久远的，对不对？你那平淡是针对别人的，你根本就不甘心过这种日子。我怎么不甘心？你怎么不甘心？你这十几年一直折腾不休，你就是不甘心过平庸的日子。哎。平淡和平庸是一回事吗？啊，你能不能不偷换概念，好不好？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说的平淡是夫妻之间在一起生活，不要动不动就是爱呀不爱的，总往这方面想，那事情不就搞大了吗？两个人之间过日子就得想爱，那有了爱，那处理问题的方式才能不一样，承受别人的能力才能增强，怎么着不对？过分的爱。和没有爱是一样糟糕的，我告诉你，宁可过分，也不能没有。那，你离开唐卓远为什么？还不就是因为他过分的爱你吗？真是，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，不知进退，就把夫妻间的感情扫荡一空。什么进，什么退？那进退的尺度是你衡量啊？
合着你爱是用尺衡量的。你看你呀，你这个人吧，总是曲解我的意思。那是因为你表达有问题。你为什么说出话来老让人听出别的意思呢？还是那个意思就在里面。好好好好，不说这个行吗？时间不早了。我又说错什么了？没有啊，走吧。你看看你，你脸绷成这样，我怎么走啊？我就长这样，你不会别看。好好好好，都是我不对，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，明天我还出远门，不生气了。姐。我呢，出去办事，顺便也给你联系下业务，够意思吧？走吧。哎，儿子，可把你等到了。爷爷和奶奶都好吗？好啊，整天念叨你啊。下次你把爷爷奶奶也叫到电脑跟前，我跟他们聊聊。这可不行。哎呀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熬这么晚身体受不了。老爸，今天我们考算术，我旁边的同学一个劲儿看我的题，本来八加九应该等于十七，我故意写成干嘛呢你？静坐呀。你要是烦我，就甭可怜我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松花，一会儿把那龙屉刷出来啊！哦，干了就不好刷了。你怎么了，大哥？啊，没事。哎呀，这一天下来腰有点疼。那我给你按摩按摩噻。你会按摩啊？我学过几天。那你给我捏两下。没事。大哥，哎，你妈妈今天有点不太高兴哦。
啊？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嫌我给你说话说多了？嗨，我妈她就那么一人，她这人有点什么不高兴都带在脸上，弄得周围人挺紧张的，都怕自己得罪她。哎，再说了，你也没跟我说什么呀，你也别瞎想。她就算是有什么不高兴，她也不是冲着你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妈妈那个人呢，还是很好。她那个能干，一点都不糊涂。啊，像我婆婆啊，那个年纪的时候早都稀里糊涂了。是吧？哎呦！我那个使不上劲儿，我躺下来好一点。躺哪儿啊？那个躺那个床上吧。不行不行。我这身上不是面就是油，我躺完了你怎么睡觉？哎，没有关系的，嗯，走嘛，躺下来嘛，好碍一点。真舒服，真舒服，哎呦。哎，真舒服！哎呀，妈呢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妈妈，妈，您这干嘛呢？这一惊一乍的。你们干什么呢？我这累一天了，腰有点酸。我说让三妹帮我捏捏。我先不说她会不会捏，就这捏法我就看不惯。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让一女人踩在后脊梁上呢？晦气不晦气啊！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切，什么年代，女人也不能站在男人头上，你那点出息儿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不争气的日子呢？嘿，这丫头她可真有手腕啊！一步一个脚印，这么快，她就把你给拉床上去了。妈，您这是糟蹋她呢，还是糟蹋我呢？她这些日子就跟你眉来眼去的，她那点小九九，你妈我看不出来。妈，你干嘛老把人想那么坏？哼，看把你妈说的，我有那么大能耐吗？我说谁好谁就好，我想谁坏谁就坏呀。你妈看着她，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哎呀，你妈再硬朗她，我能活几年儿？儿子，妈是不愿意你受苦受罪。妈，我就跟她说两句话，我就受苦受罪了。哎，她凭啥追着你说话？啊，她凭啥对你好啊？还不是因为你有家产，城里头有房，没老婆没孩子，条件好，有利可图。嗨，她才这么上杆子。等他目的达到了，他要不挑食才怪呢。哎，嘛去？我出去有点事儿。成成，你就甭听我的，有你吃亏那天。三妹，早点睡吧，啊。明天早上起来干活呢。三妹，我妈那人，她就那样。哎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啊，不是，咱俩也没干嘛呀，啊，哎呀，早点睡吧。我命苦，你怎么了？
啊？我儿，他爸爸在外头有难了，要跟我离婚。嗨，那离就离呗，那不离，你不也跟守活寡一样啊？啊？我儿他都没他爸爸了，那当爸得负当爸的责任，那光顶个空名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哎呦，三妹儿，你别哭了啊！离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儿，那像你这么。能干这么贤惠，你还怕找不着人呢？啊？大哥，你不嫌弃我呀？算我没有说好，大哥，这件事情不要跟你妈妈说，说了她会连我走。不是红果，三妹儿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。我心里也不好受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是不敢。你看，你比我小十几岁，我这条腿也不利索。你嫁我，不怕人家笑话呀？日子是我们两个过的。我们两个幸福都可以了噻，别个笑话有啥子嘛？三妹儿，你别着急，你让我好好想想啊。我觉得脑子有点不够使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行吗？啊？农村户口，我不嫌你是农村户口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谁还在乎户口啊？那你嫌我带走我儿？不，我不嫌。不，我妈那儿可能说不通。不，把我儿放到四川。每一年寄一点生活费，等我们两个结了婚之后，我再给你生一个儿子。三妹，你真懂我意思。进贼了！
上的小妖精把你身子吸干了，你才后悔，是不是？妈，你这干嘛呀？妈，妈，我要娶三妹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娶三妹，我让她给我生儿子做老婆。妈妈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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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说服病人和家属尽快做手术吧。嗯，好，我明白，越快越好，是吧？对，越快越好。谢谢啊，行，没关系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嗯。片子出来了吧？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你看，不好吧？医生呢，想让你做一个手术。手术？我不手术。手术呢，能延长你的存活期。对不起啊，可能话我这么说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没事。你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您别顾虑。你们不会是检查错了吧？不会的，一项要是错了，哪能项项都错了？他这几项下来的结果都不是很好。我再想想。管叔，手术越早呢，对你的病情越有利。哎，速度要匀，往上提的时候也要匀速往上提，否则你快乐的地方吧就会变薄，你没有支撑力，看到吗？喂，你好，海丽陶艺坊，请问找哪位？哦，您稍等啊，郭大姐，您电话。哦，来，你试试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青山市交通大队的，想问你一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认识李江红吗？认识啊。出交通事故了。喂。他怎么样了？Thank you.
人只能生一次，也只能死一回。要是能活第二回就好了。要是再活一回，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待你。干嘛要等下辈子？你这辈子就应该好好待我。得了这个病，就别想那个了。好多人都得了这个病，他们不都好好活着了吗？你光看见活着了，没看见死的。我希望你活着。你为了我妈，为了我哥我姐，你为了我，你也应该活着。知道。我长这么大，我还没叫过一声爸爸呢。你不希望我叫啊？希望。那你答应做手术，我就叫你。这不是条件。你想气死我，你这傻老头。那你叫吧。我叫你一声，你得答应一声。我叫不出口。你还没叫呢，你怎么就知道叫不出口啊？爸，爸，爸。老师，怪手匠，怪手匠，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，你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，你都不忘了来搅和我一下。我是为你们好。李江湖他酒后驾车，小车钻进了大车下面，车盖都掀了。你看看，这是他的东西吗？是哭我这个快死的人占了便宜，还是哭你不如我这个快死的人？我哭我自己，我不如你。你多潇洒，你想来来，想走走，想活活，想死，谁都留不住你。你拿得起放得下，我拿什么跟你比？我比不了。
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手术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只能延长存活期，多活一天是一天。你不知道这给你跟孩子们带来多大的麻烦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。你身体不好，孩子们又都那么忙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是一家人说的话吗？如果换了是我，你也这么对待我？不能，那绝对不能。那你也不能这么为难自己。听我的话，你做手术吧。咱俩下盘棋，我赢了就听我的。这不公平，我这辈子就没下过你。我让你十步。好吧。是我，是我，我害了你干什么呀？我害了他，我害他，我不该有这想法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该有这想法，我刚一有这想法，老天爷就不让你想。我命不好。这跟命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有关系。我前夫就出个车祸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我的问题。是我命的问题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我没跟你说吗？这是巧合。李江湖这家伙，他太贪杯，早就跟他说过，你就这么喝吧，喝完酒还开车，你早晚得出事儿。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，这不，他不认识你啊，就这个喝法，早晚也得出事儿。我怎么跟他爸妈说啊？哎，我怎么跟他爸妈说呀你？好多年他都没回去了，这刚回去就，我怎么说呀？我怎么说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啊，真不能跟他爸妈说。老爷子身体不好，要听说这事儿，非要他老命不可。咱就说，李江湖出国了，一年半载也回不来。真到了非报丧不可那天，我去说。怪手家，你输了。哎，爸，小姨给我打电话说你病了。你爸同意做手术了，你去安排吧。啊。你姐呢？哦，我姐一个朋友出车祸了，她赶到青山市，一两天就回来。谁呀？男的女的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和小鱼去安排。行。哎，大妈，饭来了。来了。哎，妈，吃饭了啊？那咱坐下来啊，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来。老师，那么大劲儿干嘛呀？抠得我肉直疼。停，我手轻点，来。来，妈，您靠这儿，靠着，慢点啊，行吗？行吗？啊，啊。大妈。妈。娘，就每天三妹回去做饭这会儿功夫，我来盯会儿班儿。
老伺候的让您不满意，那明儿我回去做饭得了，行吧？你做那东西油太大，我吃不下去。我。那妈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回去吧。啊。店里活那么多，甭老跟我这儿跑啊。哎。走吧。那哥们儿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在这儿，哦，那个，我妈病了，哦，是吗？啊，我爸也住院了。怎么了？他那个肺癌。啊？那个老太太怎么样？哦，高血压，没事，过两天出院了。好，那我赶紧过来。哎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四个小时了，不说就三个钟头吗？手术中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乌鸦嘴，快呸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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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呸！出来了，哎，妈出来了。老关，嗯，我在这儿。嗯，孩子们都在这儿，你看，嗯，挺好。挺好，挺好的啊，别怕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我是。我们打开胸腔才发现情况不太好，而且肿瘤长的位置很难剔除，有可能有转移的迹象，请你们做好准备吧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好好待他。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要过好每一天。坐会儿来，妈，你听听，给你爸听。再擦擦汗，给你妈。没事。来，咱们吃饭了。是吗？嗯，好吃。我也要吃一口，回家吃去。给他吃一口。算了，我连者不受嗟来之食。
爸妈，我走了啊。嗯，长不大。跟你年轻的时候啊一样。